泰国公务处发布大公主帕查纳吉蒂亚帕殿下病情第三号公告，确认公主殿下因心脏感染梅将军而心跳异常，导致严重休克，迄今尚无知觉。医师继续提供药物治疗，以及使用心脏、肺和肾等器官机能辅助设备。大公主殿下自上月十四日发病至今，仍然失去知觉，必须依靠心肺肾辅助设备维持生命。医师团队持续施予药物治疗，包括使用抗生素，以及保持监控病情变化。